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，中国人对春节有一种那个很虔诚的信仰在里面。我们家年画老字号是世新画局，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历史，到我这已经有20代了。我从事这个木板年画，从6岁填颜色开始，到9岁学习刻板，直到现在，一干就干了62年。刻板你们有个10几年功夫，刻下我就用不成。年画的最大问题就是要严谨。每次我们刷的这个颜料或者是墨量的多少，拉纸张的力度、轻重、方向，都决定了我们这张画印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。过去一代人刻板也就刻60套不超过的，我一生刻了420多套板，3天来块。但是我对自己那个要求不减，必须做最好。以前都不干东西。我爸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这么多年都能够每天坚持做一件事，他都没有把这个事情放下，所以我就想跟着他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。一个技艺的传承，它其实是需要传播的，所以一直在做普及。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做这件事的时候，这个行业它就不会没落，也不会消失。Lo ve.